我记得是四个人啊。外边的吗？想走。开玩笑。我俩还来着吗？三明，龟神菜还在吗？该排的排完了。这种情况还是挺好的，落地，哎，好歹来点人，哎，先杀着，来的人也不多，哎，两三队就得，你别给我来四五队，我那个打不过来，两三队杀完好，然后继续去野区收一波，然后再打，哎，好，然后再继续，哎，这样多好，这才叫节奏呢。屋咋这么热呢？那你把门关上呗，闷的呀，闷地上啊。做主播这行基本上他必须得有空调，你没有空调能热死你。扣个耳机，这个耳机就热死你，真的。眼睛恢复就那样吧，没什么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这个面瘫的这个症状呢已经好很多了，但是视力的话还是有问题，估计还需要时间。没成想他这个毛病能这么长时间，我操。哎，咋被抽了？不熬夜，不让自己太累就行。他说，然后扎针灸，就这样。舌头。哎呀，你这人真的是，我的发挥和舌头有鸡毛关系？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，咱们的舌头不好还挣不着钱来了。要不然啊，真就没想到那个绿仓居然被收了。我的枪都缺配件啊，缺的还挺严重的。这 SKS 一个减后做的都没有， M4 倒是蛮配的。
118子弹，那个38，我操，好穷啊！管了是什么子弹呢，先捡着。外扩，还差不多了，可以走了，搂人去。一楼就路过一下，有东西就捡一下。哎呀，一根针，我好像，我是不是没有急救包啊？我操，我没有急救包，我居然没有急救包，我操！这把人也没打死，我锤了四个，这把一共有65个人，一共才掉65个人左右，一共才掉了多少个？90个、9个、10个的，一个圈都开始刷了。这人还挺金活呢。我要给他碾拽，你看着，我让他翻跟头，我给他我吓死他，我跑车速度也很快的，小皮，我让你皮，你看我追不追你？几个呀？这是？去你妹的，玩大呀，我操，叫人。走雷还不少呢，这帮逼，我操。这么多人，我操！不对，这真也太多了吧？这有没有556子弹？捡一点。没有啊，那这俩人烧弹还得要，得拿它打伤害啊。现在天热了，鼠标，我的胳膊比较粘那个鼠标垫儿，有些时候压枪就直接把鼠标垫都给拽跑了。我的鼠标垫他妈还要粘一下双面胶，要不然影响我发挥啊，夏天容易出汗。
117发子弹，属实有点少啊。这里炸了一辆车，这个车的位置要去看一下，这是不是刷的位置？不是很像。那刷车吗？不刷车吧，你看。哦，在这里看到没？房间停了一辆车，我上那山坡把这车胎卸了。山上再打，虽然我不确定那人到底在不在这儿，但至少是在这儿的话，这车胎已经给他卸了。但说实话，这波拉枪比较危险，能被邻居打死。三局是够呛，一般人是没那个技术能给我打死。所以我点着很骚，能被打死。趁命中率，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帅老得快。不行啊，我他妈没有手雷啊，这怎么办？先把他忙了吗？OK， 妈的，我身后还有人呢。过来了。
不能打了，操！打不掉，打了也别打。三个人，好烦啊！没有子弹啊！这边打了三个人，一个包填不着。马路对面人也不露出来了，我这圈还这么圆，我这。我操！我手拉不下去了。你走你的，我不管你。你给我撞了。被死哪了？三说四还好，能扛得住。205发，这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？摩托车是双轮的吗？距离圈太远了，我本来有心开这个大车的，进去当个掩体啥的，后来一看这个掉血的速度，我靠，算了，还是骑我摩托吧。我操，这掉血，哥。里面有五滴血了，这掉血。打架啊，不行，
这边还有人。我有心接了车胎的，不能把自己玩死吧？开车去，龙哥，车胎被我下完了。这个绿仓是安全区，不能飞起来。不是安全区吗？不是安全区，你不上来合一扔的，你搁这块儿啊？这从哪找的车呀？马路上，哎，我操！打了几枪没打着，我操，这枪打哪了？这是毒死你俩。这俩人车轮倒啊，这个倒啊，那个倒，外围墙。我操，这里有人。这是什么？
去你妹的吧，死了人！妈，吓我一跳！七个，应该都在广场。我操，手雷是什么意思呢？两颗，三颗，仓库里了，应该这两个逼倒了一个还这么瞄着，胆儿是有多肥啊。我看你这弹幕真的看得好想笑啊，云玩家真那么多，习惯就好。有人骂你，说明你很强。不是，刚刚那一枪你把别人狙倒了，他狙的慢，他说你锁血。我操！他没怎么玩过这游戏。下个游戏先吧。下年就。这个皮亚呢？牛逼！老逼！直接！不是，你们同时狙击，别人先开枪，那你死了，你打也没伤害。你先开枪把他打死了，他子弹打过来你也没伤害，你下个游戏行不行，云玩家？我真的服了。单人四排十九长时间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个订阅，谢谢各位。万事兴难总是行，点个订阅行不行？今天晚上八点我们再见啊！今天的话已经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，咱明天再见，好不？